我就问原住民怎么了吗？之前讲到部落或者是家里的事，就一副很鄙视的样子。奇怪，我们是不能有车有房有地吗？还是你们都觉得说我们是骑山猪上学，吃飞猪肉长大，然后住在树屋上？真的很奇怪，明明大家都在台湾，还可以遇到种族歧视。我就问原住民怎么了吗？还记得刚踏入职场的时候，就有同事问我说：“哎，为什么你们原住民都那么爱喝酒啊？不是所有的原住民都这么爱喝酒 ，OK？ 而且我们原住民怎么了吗？”之前讲到部落或者是家里的事，就一副很鄙视的样子，然后讲到家庭，有车子、有房、有地，就一副大惊小怪。哎，奇怪，我们是不能有车、有房、有地吗？还是你们都觉得说我们是骑山猪上学，吃飞猪肉长大，然后住在树屋上？这样的同事到底有没有脑子啊？